哎呀，杀虎真刀妖已半年，经常有人莫名的死于街上或者家中。经本县和众捕快勘查，断言绝非凡人所为，要不然死者身上怎么会留下狼爪的印记呢？这太可怕了。还有啊，此妖作案手段颇为诡异。 每个人身上都没有什么致命的伤痕，但是个个暴毙。奇怪的是，此妖从何而来？从他的作案方式，他似乎是在向我们示威，或者是恐吓，闹得全城上下是人心惶惶，百姓终日不得安宁。杀人了！杀人了！大人，蔡府李四暴毙家中，尸体刚刚发现。过去看看。 又是同样的手法，请问这半年以来，有没有人见过狼妖的真面目？哦，有一个人，此人叫程门雪，原先是县衙里的捕头。据说，狼妖刚出现的时候，曾经与他有过一战。 这位就是本县第一捕头程门雪。程捕头，这三位就是远道来为本县想要的天师。今儿想来拜访一下。在下钟馗，冒昧打扰。这两位。 谁也能喝醉啊？那是一缸酒。啊，说吧。真是啊。想知道什么呀？既然这样，钟馗就开门见山了。我听说半年之前，老爷子曾与狼妖一战，这道伤疤就是当时留下的。老夫捉妖几十年。
从来就没见过功力这么高强的狼妖。一定要杀我！我虽为妖，但我替天行道，惩恶扬善。城门穴，我们是同门英雄。你也算英雄？信不信我杀了你？还等什么？赶紧动手吧！程门穴，程捕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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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想到这一剑没刺死狼妖，反而让他跑了。我能想象得到当时的情况有多么的凶险。你们谁都不是他的对手。前辈，
说话不要太狂了。天师钟馗乃当今天下第一主要师。就是。哼。那个小小的捕头还敢瞧不起我们大哥。三弟。哼。昨日狼妖又在沙虎镇接连犯下两起命案。这是迟早的事儿。谁也阻挡不了他。为什么要这么说？为什么？白道、黑道、无间道。程捕头，即使妖道，妖道就得除啊！啊，但愿如此吧。